接近七八十公斤的这种柔道选手，他会去吃辅食。接近七八十公斤的柔道选手。好，今天我是金汤匙跟金叉子的小辉，非常的好跑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我人今麦在高雄。上次呢，我有去日本岩手电视台开箱他们的员工餐厅，现在呢，我在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的门口，等等要去他们的餐厅看看，体验国手们的餐点。听说他们的餐点非常的不一样哦，是由营养师针对不同的选手们的需求下去规划的，好期待又好兴奋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进去看看喽 ，Go Go！已经进来国训中心里面了，但去餐厅之前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小任务，就是要去体验一日女排国手的训练课程。你们好，嗨，今天欢迎小慧来体验平常训练都在做什么呢？这样欢迎小慧，谢谢。小慧现在要先学的是，我们先从这个好了，好，先从同学，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尹任，对，他是我们队上的举球员，然后来就是来教导小慧举球的部分。举球第一个步骤是把手打开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手是这边一个成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再来是你的手型要是有点圆弧状，跟球一样，对，所以你要对。然后等一下你脱球的地方是在额头前一颗球这边，先把球抓着，然后往上丢丢，对，你脚可以稍微站，哎，对对，有一点前后脚站，前后前后脚，对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，好，应该好稳哦，我打了那么久了。等一下，我丢球给你，然后你先把球接住，然后丢给我。接住，对，丢，很好，再来哦，好，来接住，够，对，丢。那我们等一下稍微快一点点，有点连续性。好，接住又丢，这样，对对，很好很好，再来，来接住，哎，很好哎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对拖了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完成，我们就可以下一关了。好，好，20下哦，好。很好很好，哇，耶，换下一关了，太厉害了。我们交给下一位是雅慧吗？雅慧，教你就是攻击部分，攻击的部分的话，它是哪个力量要多一点？跳起来的时候会转身，腰的力，对，腰然后转大，才不会全靠手力量。如果靠手全力量的话，手很容易就会受伤。所以教脚步好了，先原地。如果是的话是左右左左右左，对对对，然后跳，加上手，好，手的话就是一二三，三的时候会拉，二的时候是五下。第一个动作的时候，左这只手的时候已经在前面了，右左是并起来的，就是我都是带同一条直线上，就是在一起。好，手先放前面，然后往后，往后，右，对，然后并上去，这样，对，然后再跳起来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耶，谢谢，对，好棒哦。是我丢球，然后像我刚刚教你的脚步，然后去打它，打过那个网子，然后再打。你们好厉害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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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个好，准备，1、2、3，好，那好，排球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发球，先教他最基本第一手发球，站。前后脚，前后脚，左脚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重心先在后面，然后等一下呢，要发到的点是大概手腕的地方。好，你先试试看。好，哎，可以。好。现在的高手发球会有一点难度，好，就是我们的球大概抛在头顶的45度角，就是我们的手击球最后可以伸直的地方，所以你看我一次。好，就这样。
哇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那我们经过刚刚的训练呢，我们发现小慧其实学习能力特别好，特别安排了一场小小的友谊赛，然后我们想要让小慧一起参加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就是让小慧体验一下我们真正在排球比赛一样是什么感觉。好，走。哇！啊！没事，打一个通常会清醒的。打巴掌，打巴掌好。没关系啊，他打得过就好。来，小慧要准备攻击喽。小慧，小慧，小慧。哇！你好，你打中了。今天谢谢你们所有人给我的教导，让我学习的可以这么快。小慧的表现是比我们大家预期中的还要好。评分吗？90分。好高哦！那今天谢谢你们，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去福信中心的餐厅一起吃饭。好 ，Go Go。我们进来餐厅里面了，营养师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的营养师潘逸婷。听说好像会依选手的那个需求去下去调配餐点，对不对？当选手规划的时候，大概会分成五大类啦，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室外的项目，或者是他是做爆发力型、力量或增重。那其实有规划都不太一样这样子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可以先夹一排，然后再请营养师帮我看我是归类在哪一组吗？好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，那来欢迎。好大片哦，看起来超可口的，好好吃的。我会盛得太满吗？超好吃的啦！哇哦，小慧特制夹饭，作为吃饭喽。对。好像都每一个有牌子哎，对，它代表的是不同的运动项目它应该吃的食物。好像右手边这个室外竞赛组，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大概就是跟其他组别比的话，它比较像是正常人吃的，但是它会比较偏咸一点，或者它补充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钠，所以我们话会有额外的运动饮料来就是补充。像中间这个是鲜杏，看起来就不是我最喜欢的，看起来就比较多这种生菜沙拉，太健康了，个子比较小的。女性运动员像是这种体操啊，他们就会吃这样的。但如果他需要增重，那就会回到这个增重的饮食。他的白饭蛮多的哦，白饭很多，大概是一碗半的量这样。这个是力量型的，那这个是耐力型。他怎么看起来比较像增重型的？哦，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食物其实是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，可是他的蛋白质的东西其实蛮少。他跟这个旁边的增重组或是这个力量组，他就差异蛮大，都必须要均衡的增加，但是他的蛋白质也必须要摄取足够。想请问一下营养师，今天我的归类在哪一组？我觉得你的这一类的比较像我们的增重组这样子的量，当然你的量会有比我增重组的更多，这样加起来绝对是有就是超过1000大卡，接近70-80公斤的这种柔道选手他会去吃的食物，接近70-80公斤的柔道选手。那就谢谢营养师的介绍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开吃，耶！开心的用餐时间到了，一起跟排球员们一起吃饭。一个人吃吗？对，我等一下呢，就是想说，还是要给自己挑战一下，就是在30分钟内，然后完食这些。准备好了，好，谢谢。3、2、1 ，Go！ 好吃吗？特地维持身材吗？会，因为我不喜欢看到肥肥的自己。可是为什么年轻那么多还是很瘦？平常也没有吃那么多，可是我喝水会喝很多。喝水。看盘。过了12分钟。好。应该几分饱？3分，是反3分吧。
通常就烧烤比较多吧，烧烤还有热炒，嗯，或热炒，超爱吃那种热炒。烧烤、热炒都是方便配酒的。我都会跟着他在吞的时候会讲，我是真的，他就很可怜，他留自己的行动都被挤了。他的寿司什么时候没有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那个还要喝完哦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，完成。开心。人家三十分钟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盘。我的肚子变这样。这个原本是平的，是吃完之后真的真的会变大的。我可以去做博爱做了。然后这是我刚刚喝完的，全部都被我喝光了。刚刚那里面你觉得你盛的最好吃的是哪一项？对不对？我也觉得这个是。那你觉得油饭？油饭哦，我觉得油饭还不错，只是我加太多辣椒了。然后寿司，寿司哦，对，龙虾沙拉。哦，不是哪样的？哎，我刚刚怎么没有龙虾？好，影片的最后呢，想跟大家说，9月23号到10月8号呢，杭州亚洲。杭州亚洲，杭州亚洲，哦，好绕口。杭州亚运呢开始了，然后就是请大家一起为他们加油。耶耶，好开心哦！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得到好成绩的。谢谢。那就跟大家一起说拜拜。拜拜。